哎呦，来人啊，哎，帮帮我，哎呦，来人啊，哎，干嘛，哎，来人啊，帮帮我，哎，顶着干嘛，我顶着去切喉咙了，来人啊，顶着去哪里呀，啊，真的是，哎呦，切喉咙啊，哎呀，我看到这个人怎么回事，你看什么看，快、啊、哎呀，你看这个人都压倒在这里了，你管人家干嘛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，哎，不管闲事，路见不平菩萨是正常的嘛，那你不拉我去，哎呦啊，我赶着时间了，接着我，哎，你赶着时间去哪里啊，放菩萨行不行，我切喉咙，我不管搞那种东西，哎呦，哎呀，大不了等到我不收你的钱，不收钱也不行，哎，你不会耽误我工作啊，哎呀，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不知道这个人的，怎么能这样呢，你这样做生意的，哎，一点诚信都不讲，哎，怎么不讲诚信，哎呦，嘿，哎，不诚实一点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老人家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那个木头太重了，把你压到了？嗯，哎呀，没事吧？能说话吧？没事没事，太重了。哎呀，我跟着你走两步，我打滑摔倒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，啊，哎？这个木头从哪里山上面抬下来的？跟上面背心来了。这个脖子这里有点肿了，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一下？不用不用。有没有扭到？扭到一点点。扭到一点点了，不舒服。哎，起来先吧，起来先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头有点晕。哎，起来先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好了，多谢了啊。没事，我开着车呢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啊，站在这里，我开上来先啊。哎哎，你开上来先啊。好，哦哦。哎呀，用了，哎呀，老了就不要扛那么重的东西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年轻时候200斤都没事，现在这个都应该都不到100斤，应该有100斤。我是拉客的，刚才那个客人，哎，都走了。这样吧，他走了，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，送你回家吧。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家在旺旺村，直接送我回家了，没有带我太大的妨碍的，没事的。这样啊？哎，不用去医院了。那行吧，我送你回去吧啊！啊，好，坐好啊！啊，过来，可以。慢点啊，老人家，弄到医生啊！慢点，扶着我。哎呀，你谁在家？我女孩在家。哦，你女儿在家。哎，女儿，女儿啊，可以上门。大白锁什么门呢？哎呦，这不是一个人喊，在家害怕吗？去哪里回来？刚才我以为背那个木头回来是用来烧水，不知道那个木头啊，压到你爸的那个脖子啊，直接压倒在那个。压到了，没事了，老爸。没有太大事，但是头有点晕，感觉到。那先进屋吧。哎呀，进屋休息一会吧。嗯，好。那你先进去休息吧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进进来到这里了，进来坐吧。是啊，进来喝杯水嘛。哎，就是他帮我不帮的话，可能都跳不起来。这样子啊。难道一个人跟那里过？那有必要进屋喝杯水？来，进。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。
慢点啊。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现在没有太大关系了。头好像硬一点。那先坐下休息。没事没事，休息一下都没事了。哎呀哎呀，多谢各位兄弟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啊，隔壁镇的，我是拉客的。拉客的呀？是啊。刚好你空车刚才过啊。没有啊，我拉了一个老板在那里过。哎呀，那个老板啊，我叫他帮我一起抬一下那个木头啊，他赶着去做大生意吧。哎呀，可能估计走了。可能干树大，什么鸟都有。哎呀，是。哎，如果不能你帮的话，现在可能挨压在那里。哎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哦。在那个山脚那里啊，又没有人在那里经过，刚好我走那条小路搭那个大老板去那个高铁站啊，他说要去签合同或者是什么做生意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是啊。哎呀，老伴，以后一个人不要去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我年轻要挑一两百斤都没事，那个木头也不重，应该一百斤左右这样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江坡没有力的打滑一下这样了。只是说你都不听啊，真的是。你们就两个人在家。是啊。Okay. 就我跟我老伴。那你成家没有？我 啊我拉客的，没赚到什么钱，现在找女孩子也那么难，所以说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家。还单身啊？是啊。哎，你女儿应该也读书出来了吧？读出来了。我都参加工作了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24岁。24啊，是啊，哦，我都28、29岁，28、29了，是啊，但我女儿呢，是这样，读出来参加工作，但是别的事情也不懂做什么，反正这段时间有空在家里，哦，我这样，现在这个年龄了，也该结婚了，但是也没有适合的，说这种。哎呀，早嘛，上年纪了，至少一天嫁人了。我看见这个年轻仔那么热心，那么好心，这个人，如果你不嫌弃我女孩的话，你们先处一下，交个朋友也可以啊。哎呀，老爸，哎呀，你这样爸爸什么叫世俗的呀、啊？这样不好啊，真的是。会不好意思，反正我读书小，我有一句我就说一句。哎，别说那个先了、你那个脖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？没有大问题。要我以为有什么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我老骨头还硬了，没事的啊。这样、行吧。哎，那行吧，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吧。啊，留一个电话呗，要有方便联系嘛，是吧？你还行啊，那么好心人难找啊，真是。哎呀，那既然老爸这样说，那么听你的嘛。拿手机都来，我输一下我那个电话给你啊。虽然他拉客，但是上火火就上火费用也慢慢赚。对。人，努力相信就好了。对，我是吧？大飞啊，大飞。就努力相信，穷一点没问题，人就好说话，心地善良就好了。是吧？那是董刚才你养来那个大老板，我听见好几两个人说话了，那种人那个，要不了啊，那种人真是。哎呀，我平常吃拉客啊，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很多啊，都不止这种的，什么人都有。现在刚我说了，那住沟什么鸟都有，懂你这人那么热心，难得呀，你加有微信，你要懂我加了，有空都来这里聊聊，这里喝杯水聊聊天啊。女孩啊，同这种那么老实的人先出先吧，之前他是拉客，他从这种年龄懂得自己赚钱是好事，事情辛苦，他赚的每分钱都干净的钱，好啊，这种啊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在外面那么的久，我也没找到一个，那我就听老爸的。先试着处一下吧。啊，哎，你刚才你说叫大飞是吧？是啊。啊，这样吧，可以来到这里了。你有帮了忙，有辛苦了半天了。
再等我家私奔犯罪走好吗？不用了吧？用了用了，不用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过门是客，哎呀。你介意我吗？哎，这个，哎，我们慢慢聊吧，别聊呗，那个时候再说吧，好吧？哎呀，那也行啊。哎呀，先吃饭，好了。哎，现在有微信了，你不用客气了，吃饱饭慢慢聊。啊，那行吧。啊，吃饱饭、哎、要等着你了，有空就来坐，我欢迎你啊，好吧？太热情了，好了好了，那行吧，那我就啊，不用客气了啊，不用客气，来来来，我爸小心点啊。哎呀，大飞呀、啊，大伯啊，就不用送了，手机交付不到，没有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今天等着你了，你同女孩聊到那么欢心，也是心头意合，有空过来坐一坐啊。是啊，反正你也知道我家的地址了。那行吧，反正三妹啊，我们家有微信了，到时候我们微信聊也可以的啊。也可以。那我先走了，大伯啊。好、啊、好。虽然今天碰到脖子痛一点，但我心舒服啊。那行了，不用送嘛，你们回去吧啊。你开车慢点啊。慢走啊，好。路上要注意安全啊。啊，好，开慢点。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啊，好。拜拜。拜拜，我走了啊。嗯。哎呀，老牛啊，老牛，喂，在家吗？喂，你俩过来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老牛啊，哦，你那个低保这个月到了啊？到了，你帮我领了。是啊，你签上名，等到我拿给你。这个月呢，1000。你帮我签了，我都不会写字的。1500多块钱，那么多啊？对，你写字，我按这个小木印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要你自己写的。那我写，我不会写那字啊，你也知道了。每次都是你帮我签的，这次呢就不一样了。我按照小木印就可以。来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嗯，1500。1500啊。嗯。我们村有几个呢？三个啊。是啊，跟那个啊，阿有弟是啊，阿有志也是一样的哦，都是铜板。1000，对啊，这么多，哎呦，1500，够吃够用了。哎呀，老刘啊，你也是每个月领那么多低保，那个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、啊，都收了是不是？存起来啊，做老婆本啊。哦，装老婆本啊。我是这样哦、嗯，你还想不想要老婆啊？想啊！隔壁村的那个哑巴、哦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哦，说介绍给你。哦，你有没有心思要先？肯定想要啦！你看老牛也想存着香火啊，如果不存香火的话，那难办咯。那这样吧，嗯，明天我帮你带过来。好啊，好。你要稍微装扮一点呢，好吗？没有衣服换了，没有衣服换。你也知道我就是这种衣服，我都没去买过。哎呀，我也不敢，不好意思去买。你那低保存了多少啊？每个月1500，我才用100块一个月，一年下来也10000多。那有领了2年了啊，两年了，两年就两万八，对呀，2万多啊，是吧？啊，那行吧，等下明天我就带过来给你。哦，好吧。好啊好啊，那你在家等着。等等我啊，每个月领低保也不是事啊、嗯、找个婆娘管理一下家庭，把这个生活过好就行了嘛。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，现在主要是。哎呀，我跟你沟通好。唉，明天我带过来、嗯、好吧。嗯，好，回去吧。等等我啊，那要不要进来基本交？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穿了啊。哎呀，老年人的生活也难处理呀、啊！啊，就是这家了，小七啊，啊，这家应该条件也可以了啊，等下你听我说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啊，老牛啊，老牛啊，喂，我帮你带木衣来了不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还是穿这样啊？好、啊，我就穿这样衣服啊。你看、啊，可以吧？可以是可以，怎么搭？不会说话、啊哎。进去聊吧，进去跟你说。哦、啊，来来。
来进去。哎呀，有个女人就不错了。哎呀，坐。啊，坐吧，坐下吧。他不会说话了。老娘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他会做工，又会吃饭，还会做饭，这个你放心吧。是不是洗衣服呢？洗五六个小时的那种，两件衣服洗五六个小时。不会的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人还是行水的，你说什么他都懂。他都听得懂。是啊，会吃会做。对，我要求也不高啊，是不是？他家里人有什么意见？他家人的意见就是帮他找一个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，不要大富大贵。他在家里面的话也很勤快，他也三十几岁了，家里也有巢，知道吧？那我都60岁了不？哎，五六十岁无所谓，62岁了，领了2年低保了。是啊，如果说他家人的意见就是这样，如果说跟你凑成一对的话，他家人会过来看上你的家境，稍微的有饭吃，有衣服穿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大家里要多少彩礼啊？彩礼那个的话，好像听说是几千块啊，8000左右。还有8000啊？是啊，不过他回礼也够啊，不用办酒的。哦，不用办，我也自己也要搞一桌啊，拜拜功就可以了。我老牛单身这么多年，你会照顾人家吗？会哄人家啊。他不会说话，又不会吵架，怕什么？是不是？也是。是啊。我老牛他跟你要对人家好一点吗？你60几岁了，你找到一个你就阿弥陀佛了。是啊，找一个能接香火就可以了，不错。是啊。不过呢，他还会玩智能手机呢，估计你都不会。他还会啊？是啊，我不会哦。他还会玩智能手机了。那下个月发低保，我买一台给他，买5-600，你帮我去买一台。啊，也行。啊、我怕人家骗我。哎，小倩啊，你看上这个老牛怎么样啊？可以啊。满意啊？满意不，老牛哦？不过这样，你那个低保钱拿出来给人家哦。我有多少？2万多。有饭吃的，你放心吧。等一下下，好吧。你看看，我存了好多钱了不？你帮我存起来啊！不要以后。你跟他在一起了，这个钱就是你自己保管的了，你要跟他一起生活，两个人一起生活啊。把钱包在这里，把钱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你保管就可以了。以后你就在老刘家生活了，跟他一起生活啊。他煮饭给你吃，他你这个买菜啊，想吃什么肉。哎，100块我包你。不用。要了，要礼服了，礼服要收。不用，老刘。礼服要收了，这个必须要收了，这个礼服了啊。你拿着，这100块，等下去买猪肉。好吧。我去买就可以了。我去买啊。老刘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哦。那多谢你了不？明年的话，我叫他家人过来稍微跟你商量一下，办一桌还是2桌，你们确定？好吧，要跟叫他人过来。那你今晚就在家住了。多谢你了，多谢你了，成了吗？那就这样啊，老娘要在这里吃饭，我煮饭给他吃。不用了，你煮饭给他吃就可以了。你吃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对他好一点啊，老娘。好吧，房间在里面，你先把钱放下。房间在里面。你在这里抓，是啊。我跟在里面，我去煮饭，煮饭，你煮饭嘛，啊、回去了，吃完饭对吗？不用了，那多谢你了吧？记得把生活要过好哦。谢谢村长，要把这个家庭好过来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你放钱在里面，我煮饭。哎呀，这老牛啊，62岁了。
终于解决他的那个光棍问题了。哎呀，作为村长，我心也放下来了。喂，小王，找两毛不两毛？你报什么不行？找干没方案，我干活，发放粪池啊！你换粪池？啊？你对着我家大门口，你想要我遗臭万年啊？那要咋的？这地是我的，滴水为界。这地是我的，地是你的，也不能对着我家大门口啊！我组长在那里啊，我换粪池肯定要在这里挖、啊。你挖了换粪池，要我遗臭万年？啊，臭是臭嘛，又不是臭。到那时候我更娶不到老婆怎么办？我娶得到就行了，要你娶得到。不能挖，停，挂，停不停？快点，我的地你，你的地又怎么样？不给你挖就不给你挖，我不相信了，你在我家门口挖。我的地关你什么事？真的是对着我家门口，让开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走不走？我不要，我追在这里。哎呀，小智啊，老牛啊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啊？起来！我大老远刚从那里经过，就听到你们两个在吵架了。我家的地我挖个换粪池，他不让我挖。你看见？他对着我家大门口。哎呀，小智，你也是，你养猪在那里挖这个跨粪池啊？你看这，我看这，是不是？是哦，正面对着我家大门口，对着老牛家门口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个臭味啊，全部飘进去了。是我的地啊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在那边那个角落挖也一样的。本来养猪在那里臭的要死，现在在这里挖一个跨粪池，在我家大门口也没那么方便啊，是吧？人家借着那么一过来都没有一个成的，怎样？难怪老牛啊还娶不到老婆，你也谅解一下好不好？我知道谅解。老牛，来先过来先，你先在那边坐着先，我跟他说清楚啊。小智啊，你做人不能这样子啊，挖在他老牛家正门口，你知道了，老牛是五宝库是吧？你这样欺负他，村里人怎么说你啊？我家的地怎么是欺负的呢？这个位置最好是我这个猪场排粪出来的。那你稍微挖进那边，你猪场那边也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是说他那边大把地的，他就不挖。哎，不是，就故意的。哎呀，我村长做事都是公平公正的，不用搞这种，真的是。不行。哎呀。一定公平公正啊！哎呀，这个呢也不是说没有回旋的余地是吧？不过村长做事都是公平公正的，这个你放心，这个我跟老牛说一下吧。那交给你了哦。哎呀，那行，那我现在能不能挖？哎，你先过那边休息一下先。啊，一定处理好哦。好，老牛啊，干嘛？哎，过来一下。是这样的哦。他不挖了是不是？哎呀。他现在是不挖啦，哦，不挖就可以。不过哦，老牛哦，啊，你这个门口开在这里，上面那么多山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我听很多村民都说了，哦，就是你家门口开在这里，对着那么多大山，所以说你一路走过来是不是很艰辛？是啊，这几年都很艰辛，做什么都不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总是遇到困难。是啊，所以说嘛。你做事做不顺，我听很多人都说了，他说老牛家开那个门口啊，那个方向不对啊，方向不对啊。是啊，对面都是山，一山还比一山高，就像是你的人生一样。哦，上坡路一直走一直走，哦，就是好艰辛啊。是啊，到半坡还要滑下来，是不是？难怪你都这个年纪了还娶不到老婆，还也是有原因的。其实的话我早就想说了，不过呢，听他们这样说，我以为他们跟你说过。没人说过啊。没人说过啊，嗯。那他们都是看不到你好啊，老牛啊。哎，老牛这个样子，人家个个都看衰我。这样吧，老牛啊，村长呢，我有一个建议。有什么建议？就是你呢，把这个门口啊，移到那边去，移到那边，风水向那边。那边就是一马平川了。对啊，下面全部都是田园。是啊，一马平川，那样的话你的格局的风水就不一样了，以后做什么就顺顺利利啊。是啊，我应该提醒我嘛。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，那时候我以为他们跟你说过了。
没验收过。那这样哦，你趁这段时间把这个门口选个日子把它移到那边去。危险请工人啊，我又不会干。搞个那个旁门左道啊，改过那边了，一马平川，生意做什么都好，打工也好，顺顺利利啊。是歪门邪道还是旁门邪道？哎呀，旁门左道，什么歪门邪道，那我想什么呢？我走后门啊。是啊，我中国人全部都是靠走后门发财的哦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现在混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，就是不懂得走后门哦。哎，那脑子灵光一点。你老应该教一下我老牛嘛。这样吧，你不是说现在比较困难吗？也没有资金，没有钱，想改都没钱改。刚才那个小智呢，他也资助有1000块钱，他说啊，让你老牛呢把那个门口改过那边去，改到后面那里去啊。是啊，改过那边去，走后门。对，那样的话你就做什么都顺顺利利了。是啊，拿着，明天就请人过来改了。不认识有那做泥水的，不认识有啊。是啊，哎呀，那不是有现成的吗？近在眼前啊。哎、小智会啊，我不会。小智过来。哎呀，好了，小智，你平常时不是出去做泥水的吗？是啊。这样哦，老牛呢就愿意把这个门口改一下。他说改到那边去，旁门左道。走后门。我改了门，我这里就能挖了哦。是啊。不过这样不，你要帮老牛把那个门口改一下，把砖砌起来，从那边了，那边开一个，给个1500就行了。1500，我哪里有那么多1500？你领邻居了，收那么贵呀、啊？是啊，我才要1000块钱。哎，一千也行吧，1000就行了。那帮我改一下了吧。啊，行，帮他改一下，明天叫你老婆过来挖这里，挖粪池，或者迟几天再挖也行。行，先帮他改了先。是啊，改个后门，就改个后门吧，把这个。拿砖砌起来啊，从那边开一个后门，一马平川，望过那边就好啦、是不是？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这里吵，我这大老远都听闻了，邻里邻居了，真的是。我也迫不得已啊，确实对着我大门口，我不说，那我直接这辈子就做光棍了。是啊，老牛啊，这样吧，你就让他在这里挖了。不过小智，你要在这里把那个水泥板盖好哦，那个臭味不能。空起来是啊，不能熏到我家里面去、啊、我专业的怎么可能嘛，是不是、哎、那就行。那说好了，明天帮他改门口啊。老牛你也不要吵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下去给他吃，他帮我工作、哎、村长厉害哦，都是一套一套的哦、啊、握手言和。来那明天我下去给你吃啊。我下去给你吃哦，搞那个二锅头，我家里面有那个米酒，到时候我下去你带酒过来就行了、啊、可以，那还差不多、啊、好，村长可以过来啊，拿两杯啊。行，不要吵了哦。好，那我回去了啊，行，回去吧，拿酒啊，我现在杀鸡。啊好，那你去，你回去拿鸡吧。啊，明天再搞这个啊。行。